is frightful, but fire is so delightful. And since we've no place to go, let it snow, let it snow, let it snow. Not doesn't show signs of stopping. And I br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. The lights are turned way down low. Let it snow, let it snow, let it snow. 各位乘客，歡迎乘搭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機 AC007 由溫哥華前往香港。為了安全舒適的旅程，請將你的手提行李放在前面座位底下或者是頭頂的儲物櫃內。多謝各位的配合。我是 Kevin。之前的代就是 base 在多伦多，然后现在是在温哥华，对，所以会很常遇到就是下雪的。经常，其实下雪最常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地雷还有地雷。那为什么会地雷呢？其实因为要除冰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然你知道为什么飞机需要除冰吗？因为如果我们讲，假如说在那个飞机的翅膀上如果有雪在上面或积那个冰在上面，它会影响飞机，就是起飞，它的升力会减少，会让飞影响升力，对对，飞机 对会飞机会很难起飞，所以会非常危险。对，所以为了飞行安全，一定要做 Deicing 这个动作。在地面的时候需要靠人，在地面的人来帮他们处理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就会非常忙。他们的忙，其实你的忙是因为你会被客人骂，忙的是那些地面的人员啦。因为客人其实常常都会去投诉说为什么常常在 delay， 就是我们到底在等什么？但是他们可能乘客没有会想到，哎，会不会是要做除冰的动作，或者是机长在告诉大家要除冰的时候，大家还是很不耐烦。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呢，会有非常多的地勤人员会马上来到。对，在零下有时候三四十度吧，还是要搬行李，还是要去做除冰的工作这样子。那除冰到底在干嘛？是你们要开到一个地方去除冰，还是会？其实，在除冰的时候呢，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除冰的车，它会在飞机在停机坪的旁边，那它就会喷一些化学的液体。如果说你们假设你们在停机坪就是先喷了之后，如果你们排队不像要排很久的话，你们会在就是滑行道起飞之前还会再喷吗？还是就喷一次就觉得就 OK？ 有时候可能需要喷到两次。有遇过喷两次？有，对对对，那可能飞机在等待的时候，它又在这个需要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有时候 delay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。我们现在加拿大航空的就是有波音有什么飞机？哎，波音，我只想问波音。波音现在我们最多飞的其实是波音767、777还有787的飞机。不是有737吗？737明年会到。哦，是明年。对。所以那你们现在767会飞哪里？767是 wide body aircraft。叫什么双门双走道飞机吗？广体飞机，那就是有两条走道的大飞机呢。我们其实有些飞机，之前我有飞过767，是从温哥华飞到北京，飞上海，没有飞东京成田，也有飞韩国的仁川。767可以飞好远，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飞得到。不过现在都被要慢慢被787取代了，更新的飞机，更环保的飞机。787，对，被787要取代了。然后还有777，你们会飞哪里？啊，777-300呢？我们会主要飞温哥华、飞伦敦、温哥华、飞香港，然后777-200的飞机就会飞更远哦，飞到这个澳洲的雪梨。为什么飞机777-200比较少，可以飞更，就可以飞更。其实反而是因为777-200它的重量比较轻，那这样子它的 range flying range 反而会更长，哦，就可以飞更远。对对对。哦，你们像飞到香港，你们大概会有多少个？我们的机组现在是飞香港有13个，777飞，用777-300。加拿
拿大是双语国家，了不起了。我们对，我们会讲台语哎。对对对。所以就是你们每一架飞机上一定要会有讲法文的，最少一个口风要讲。那要会讲中文，现在中文很 popular。我知道很 popular。我们飞可能飞亚洲的时候都会配。飞香港的这一个 configuration 是可以在458个人的乘客，777300，很厉害吧？超多哎！对啊，你们没有头等舱？我们没有头等舱，有343座，343座，然后都是就是经济跟商务没有头等舱，经济还有 premium economy 高级经济舱，还有经济舱这样。哦。那你们458个人对，会有几个空间？会有13个。那同样的，在比如说国泰好了，他们如果是777300，他们会有多少人？可以讲吗？可以讲吧。好像温哥华、香港这个航线，也有其他航空公司在做，好像是国泰航空公司。那我知道我有些朋友，他是在国泰工作的，那他跟我讲说，其实他们飞机因为有头等舱、有商务舱，可能那些占的空间比较多，那他们会同样的飞机777300只会在大概290个人左右，那空服员的数量也大概是跟我们一样的。可是你们机票比较便宜。我们机票比较便宜，所以让比较多人可以飞行去旅行。对啊，我们服务也是 OK 的。As long as you'll let me song, let it sn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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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et it snow.